拉着他的手，加油加油，还跟小朋友，我说妮妮，加油啊，这个这样，然后妈妈很快就回来，怎么样？糟了，现在我们骗孩子，对，妈妈不会回来。44岁的艺人刘真，上个月22日羽化成仙，留给亲友粉丝无限哀伤，美丽的舞姿永远活在大家的心中。本土天王吴宗宪昨天录制节目时表示，新龙目前比较能走出伤痛，不会再说些悲观的话。他我刚刚就跟他通话好多了， 我希望他希望可以往那个正向的去走，用爱来，你唯一能做的事情就唱歌的。我现在唱歌还有人会听吗？我当然有人会听，你歌很好啊，你很能模仿啊或干嘛，那你要为爱而歌，对不对？现在我已经跟他讲完了，30岁以前呢、啊，为自己而活，你爱你爱干嘛你干嘛，对不对？你去哪里，到最后这个人生是怎么样，自然有它的变化。30岁以后，你是为别人而活，所谓的别人，比如父母亲，不要让自己的父母亲悲伤，比如说自己的孩子。我刚跟他聊天嘛。那我的印象也是停留他带着小朋友，然后我说加油加油，拉着他的手，加油加油，还跟小朋友，我说妮妮，加油啊，这个这样，然后妈妈很快就回来，怎么样？糟了，现在我们骗孩子，对，妈妈不会回来，但是妈妈永远都在，妈妈永远都在。啊，我也跟那个新农讲一下的。应该去外面走走或什么，他的世界很小，但是呢，他的世界很单纯。我们用最多的爱去爱他。刘真老师离世，不舍爱妻的新龙仍然天天思念他，但宪哥也鼓励新龙，等疫情和缓，开个演唱会，把爱唱出来。我刚刚鼓励新龙嘛，你开个音乐会啊，等疫情过去可以，那个在那个国际会议中心啊，那么开一个两三千人的小的演唱会或什么，等于是以为爱而歌嘛，对不对？然后为爱而飞嘛，啊，也一些可以有一些相关的一个纪念，不就是追思嘛？下一步啊，对啊，他现在总算会比较不会有那种不好的方向的一个角度。懵懂无知的4岁女儿妮妮只知道妈妈去旅行，还没有回家。宪哥无奈表示，妮妮开始找妈妈了。妮妮 OK 啦，基本上就是给她的妈妈去旅行了，啊，要很久很久才会回来，会，但是找不到啊。对啊，她无奈也就是这样啊。对于外传刘真的医药费高达上千万，新龙也花光积蓄，目前经济上有问题，需要集资募款。他经济状况是有。你可以工作啊，对啊，对啊，你可以出来工作啊，有什么好那个的呢？对啊，还是要干嘛？我募款是要买房子是吧？还是要换车？这无聊，对啊，加油，好不好？为爱而飞，永远的国标女王羽化，还是让人不敢置信。祝福她到天堂，当美丽天使继续跳舞。Thank you.
中时电子报，妮妮开始找妈妈了，采访报道。